朋友你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有一句俗话说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那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，因此无论在工作上、方法上、观念上以及反应表达上，都会因人而异。那么身为一个组织中的领导者，如何让成员同心协力，发挥整体功能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他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，这是一门大学问。身为一个领导者，该如何拿捏才能算善尽其职呢？让我们来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。一个人成为一个领导者啊，可能是有两种形态。一种是权威性的，人家在你的领导下是不敢不接受你的领导，如果不接受你的领导，不服从你的领导，他就没有饭吃，或者他就有生命危险。所以是呢，你领导他们还是会领导得很好。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一种领袖人物。那这就是你能够啊被人说啊恭敬，所尊重，所拥护，所服从。人家服从你，并不是因为你有权威，而是呢，你能够帮到人家忙，因为你能够把这个团体带好，能够使得一盘散沙的许多的人凝聚在一起，能够使得许多啊，就是这个三头马车、四头马车的这个马，能够啊向着一个方向在走，那也就是说，你的沟通协调的能力很强，你的感动力、感化力能强，你能够认同或者是呢尊重所有的其他的人，而还能够识货啊，还能够啊这个带动，让大家照着共同的一个大方向去前进。那么这个领导的人呢，也就是说民主式的领导。民主式的领导呢，通常最好的也就是啊自然的一种领袖啊。有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小孩子有孩子王，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可以看到，有的呢因为力气大、块头大、声音响，这个态势势态很强，所以这个小孩子们都害怕，他都接受他的领导，一呼百诺，大家就要服从他的。那这种就是权威性的领导者。那有一些呢小孩子啊，他就是在孩子之间呢、啊、就是能够沟通，能够协调，能够照顾其他的人。那所以小孩子们呢也觉得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安全，跟他在一起啊觉得这个非常的有利益有益处，因此呢也跟他一起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在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呢问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就是要问我站在佛教徒的立场，站在佛法的立场，应该怎么做什么样的领袖了啊？我现在告诉你们诸位菩萨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最好的民主式的领导者，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自然的领导者。他并不是用权威的，并不是用啊神权来恐吓人，并不是用军权来啊这个威胁人、束缚人，而是用慈悲、用智慧为所有的人呢带来这个平安，为所有的人呢带来智慧。因此呢大家都聚集到他的座下接受他的领导。可是他自己始终都很谦虚，他说我呢不领众，也就是我呢，我释迦牟尼佛不是领导人，我也是呢接受你们大家所领导的，我是你们大家之中的一份子，我不是啊你们的领导人。
而大家需要的共同的是什么？是啊，我们共同需要的一个生活的规律和生活的原则，生活的方向。这个生活的方向、原则、规律是我想到了，认为你们需要，你们大家觉得共同的觉得需要的，你们才来的。你们来了以后，你们共同的接受它，你们不愿意接受的，你们可以随时离开的，没有勉强你们任何一个人呢，非接受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形式、一种观念，而来了非常自由的来，去也很自由的去。可是呢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接受他的领导啊，不是啊，强制性的被领导，而是呢，用佛法来领导大家。他以佛法为老师，不以啊他自己个人的崇拜，叫人家把他当成了一个领导者、一个领袖来看。因此呢，我常常鼓励现代的人呢，我说一个最好的领导者，最好呢自己不以领导者自居。一个最好的领导者是接受大家领导的人。一个最好的领导者就是指出应该走的路是什么，请大家认同，争取大家认同，大家不认同可以修正，大家需求的、需要的什么方向可以提出来，提出来以后成为共同的一个方向、一个原则，之后呢就是大家的一个一个中心点所在，那是大家的一个目标所在，那我们向着一个目标去走，是这样子的一个领导者是最好的。因此不是领导者，不要做领导者，被所有的人共同的观念和共同的形式、生活的方式来领导，那是最好的领导者。要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人，那这个是最好的领导者，而且永远不会这个被人家推翻的，就是他下了台以后还是作为这个团体的精神的领导中心。如果死了以后，这个人还是呢永远的成为这个团体啊，或者是这一群人，或者后来的许多的人呢，把他当作为标杆来看的，那这个是最好的领导者。我们来看看